啊，今年十月，我们做个十周年纪念，希望二十周年纪念，净宗学院呢有几个出色的汉学家，祖师大德出现了，不是做不到啊！啊，怎么学成的？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人督促你，完全靠自己自救、自悟、自修，自己成就自己。啊，这个地方提供你一个良好的修学环境。啊，只要把三个根扎稳，啊，无量寿经能够背诵，背诵之后要依教奉行，啊，会背会讲，不能行没用处。啊，无量寿经里面的理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的行为。你就成功了，啊，你就是一代的高僧大德了，啊，佛法重在实行啊，能行当然就能讲，能讲未必能行。啊，能行自己才得到真实的功德，真实受用。啊，能讲未必能得到。啊，所以勤转法轮是勤自己，不能勤别人。啊，为什么许许多多年轻人发心的时候很好啊，最后都被淘汰掉了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没有能力降伏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五个字，五毒啊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来降伏？就是用扎根的教育来对峙。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教育，感应篇是英国教育，十善业道是大乘教育。你能把这三个根扎好，你就有了圣贤的基础。啊，你能够一心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学无量寿经，专宗净土法门，你会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。啊，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教导传统文化一定非常出色。在网络面前的同学，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，人人都有份呐。啊，只要照这个办法去做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初成道的时候30岁，啊，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
见性成佛。佛法是四道，没有人来请佛说法，佛就走了。啊，他就入般涅盘了。啊，人间看到这个出家人在毗婆罗树底下打坐，入定了，没人理他。出定之后，没认识他，眼看着释迦牟尼佛就想灭度了，想走了。近居天人看到了，着急呀！啊，近居天在第四禅，就是无不还天。啊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下来，啊，变化人生。跪在佛面前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。佛答应了。啊，这才住在世间49年，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回。啊，这是近居天人积的德了，要不是他，释迦牟尼佛就不见了。啊，也许那些近居天人也不是凡夫，可能都是大权世贤。真正是六道凡夫啊，就是天人，也没有这么大的智慧跟福报啊，来请转法轮啊，请佛住世啊，所以弘护正法。这两愿是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了。啊，今天我们请转法轮，请自己转法轮；请佛住世，请自己住世。啊，外面人没人知道谁请你。啊，所以自己要请自佛转法轮，请自佛。注释啊，这就是请佛讲解。